我靠，老板真的是厉害。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，老板就说，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抽到金福气，没想到他刚才就抽到了。我的天哪，5000啊5000。2023年11月，我第一次踏上了宝岛台湾这片土地，让我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，必须亲眼去看，亲自去感受。原来幸福可以是一碗简单的酸菜白肉面。来看看我们幸福的酸菜白肉面和猪肠粉。哇哦，哎，叔叔阿姨开的这个店面好好吃啊，这酸菜面，好香。原来短短的20几天就可以让我爱上这片土地，回美国前要把这幸福的味道刻在心里。看到你两个开心，有缘。对，这是我心心念念的白肉面，对，好吃哦，谢谢您。汤，好多吃的。哎呀，我是无名的店，无名的店，对，我还在找，我在找那个地图，没有地址，没有招牌，一直都这样。对，所有人都在问，我就在找，怎么办？怎么找？结果他们找到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是你的帽子。”哦，是哈，啊，对，叔叔的形象非常的鲜明，一看就知道是他。对，一看就知道，说哦，原来就是他。对，我在楼上。先生也说我们楼下说，哎，我认识他，是我楼下。啊，对，太搞笑了，太逗了，不是坏人，太好笑了，不能做坏事，不能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，找上门了，太好笑了，这就是缘分，就休三天。休息三天还能让我感到，我记得来之前我好担心啊，我说哇，万一叔叔阿姨不在怎么办？有热心的观众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尝到这一碗幸福，特意在 Google 上将叔叔的店标记为阿罐师推荐小吃店。我在板桥的这个街道上吃完酸菜白肉面，满满都是回忆啊，满满都是美好的回忆。
got nothing left. Nothing left. Nothing left. 2024年1月，我们开着房车横穿了美国，还去了加勒比海的巴哈马。心里挂念的还是那碗人情味，那么走累了就回台湾休息一下吧。哈喽哈，大家好，你看我现在在哪里，我已经到桃园机场了，我们在等行李啊。我们经过了14个小时的漫长飞行，决定再战台湾金福气抽奖。我们俩虽然前两次都没有抽中啊，但是我们俩越挫越勇。今天觉得手特别的热，非常的有手气的感觉，所以今天肯定能抽中这个台湾金福气。然后待会儿我们还要在机场办一个大哥大吃到饱，就这一天我们的手机流量就可以无限用。看老板，金福气大家都在这儿抽奖，好多人啊。我靠，老板真的是厉害。我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，老板就说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抽到金福气，没想到他刚才就抽到了。我天哪，5000啊5000，这5000块钱悠游卡是可以在捷运啊各种地方用的，甚至好像是不是在超市超商都可以用。我再来试试能不能中，如果我要再能中，咱俩要是1万的话那就有点厉害了，有点激动啊。这今天我靠，
你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了，我这重不重已经没有压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呀，你也中了。没有，我没中，我没中。走吧。没关系。看看啊，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现在要到这个兑奖区来兑奖。基本上是一张交通卡，所以你们可以拿去搭地铁、公车、火车。想要那个悠悠卡？没有悠悠卡咯。没有悠悠卡了。卡片只能用90天，所以不可以往里面放钱。不可以什么？不可以往里面放钱。哦，不可以往里放钱，就不能充值的意思。好好好。一次最多1000块台币，一天最多3000块台币。好。里面有5000块台币。停车可以用吗？基本上要上面有说多元支付，就是可以使用电子票证的话，你再去看它有没有一卡通的标志。好，明白了，谢谢您。来，我显摆一下，这好像就是只是能用交通，它不是悠游卡。它是一卡通，它只能用于交通，我也不懂。有就比没有好。来，我们现在在机场旁边这个小网点来办电话卡，但这个电话卡和上次办的好像不一样。上次我们是15天1000台币，这边是30天1000台币，但是是4G 无线上网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趁着老板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聊聊台湾的金服器吧。前两次来呢没抽中，所以就没和大家聊这个事儿。但是这次我们是抽中了的，就腰杆子硬了，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金服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那这个金服器呢，其实应该算是台湾观光局给游客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吧。订了来台湾的票以后，就你落地的当天往前推7天，你就可以在这个金服器的网上去注册，在网上搜金服器台湾行，应该就能出来，它就会给你一个 QR code， 一个二维码。这个二维码你到了台湾以后，落地机场以后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域，就上面写着金服器台湾行，有很多那个就是机器嘛，你就可以去扫码去抽奖。我们之前虽然说两次来啊都没有抽到，但是每次都是信心满满，都是充满期待，因为毕竟这就是一个不拿白不拿的福利。你要抽中的话呢，那当然好了，就天上掉馅饼嘛，5000块钱，5000台币啊。如果没抽中也没关系，就当玩嘛。扫中了以后，他会给你一个5000台币的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。这5000台币呢，你是可以在台湾的捷运啊、地铁啊、公车啊很多地方用，就是当现金用。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认卡不认人，我刚才发了一个社群，大家帮我科普的，就是这个卡老板抽到了我也可以用，但是你要是卡丢了别人捡到也可以用。它这5000块钱呢，它是有一个90天的期限，就是你90天以后就不能用了，你用不完你也没有办法提现，然后呢也不能往里存钱，就是只是这个90天它是可以用，你用完就用完，用不完就用不完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这也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一个卡，是吧？所以想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去注册这个金服器。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台湾的这个大哥大吃到饱的电话卡。那我目前了解哈，知道的就是你如果来了想要流量，想要无线上网的话，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租他的移动 WiFi， 一个是办他的这个吃到饱的卡。我看他这个吃到饱的卡呢，他是可以办3天5天7天10天15天30天。那我们办了一个30天的这个吃到饱，那他就是上网无限量，它虽然是 4G 的，但是它 4G 也是很快的，上网是无限量的。但是打电话的话，你只有一个小时的往外打电话的一个时间的限额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了，就是我们也不常打电话，顶多就是订个位子啊，订个餐厅之类的。往里打电话是无限量的，当然我们这是30天的吃到饱，是一个小时的打电话。你如果7天的话，3天的话，5天的话，它可能就时间就会减少哈。另外你要想无线上网的话，可以办它这个移动 WiFi，
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过，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来选择。嗯，在机场就可以办理这个移动的 WiFi 和吃到饱的这个卡。看呀，这熟悉的街道，这熟悉的马路，我们刚才去 check in 因为太早了，所以酒店不给我们房间，我们把行李寄存了，现在去吃个早饭。叔叔阿姨的早餐店，无名早餐店，被热心网友冠上了二罐师推荐小吃店的名字啊，感谢大家。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就是想过来吃，然后经常会遇到叔叔阿姨休息。这家店呢 Google 上写的是周四休息，然后上面写的周五也休息。叔叔阿姨平时休息的时间呢不固定，看心情，所以大家来还是要看缘分的。我今天来叔叔阿姨就休息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市场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，有没有什么水饺馄饨面呀。这一整条哎，早午餐 cheese 蛋饼，九层塔蛋饼，我们吃点就是传统一点，是什么奶茶、汉堡、三明治。这整个这个区这个街走两步就是一个小吃店，感觉都很好吃的样子。我们选择了这个早换软蛋饼，叫什么软蛋饼，早换软蛋饼。我突然想到这个早饭是不是是他们这个口音，早饭早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粗早饭不嫌晚，这是啥口音啊？我也不知道啥是花生油条，诞生于俺妈台湾国语的口中啊，粗，这还真的是粗早饭，所以就是吃早饭早换。哎呀真的是耶，撒炒饼，撒大口吃，狼吞虎咽的意思。饮饮饮喝的闽南语，饮茶饮水。小吃套餐，老板点了个，老板执着于宫保鸡丁，所以他点了一个宫保鸡丁蛋饼，我点那个咸猪肉蛋饼，还单点了一个小肉豆还是小豆肉啊，哎坏了，我忘了叫小肉豆还是小豆肉，然后还点了一个萝卜糕，还有小油条。就是我们肠胃的时差现在还是不是早餐，我们肠胃的时差现在应该是在吃晚饭，吃正餐，所以我多点了一点。我点的是没有糖的清江，还蛮好喝的，很清口。我吃完这顿饭会不会变大舌头，说话也是粗早换粗晚换。小小的早餐店在这个市场这个街上，就是四通八达的这个街上，就是可爱的小肉豆、鸡肉丸、有点像萝卜干。老板的宫保鸡丁蛋饼，老板刚才一直在翻找宫保鸡丁在哪儿，人家的宫保鸡丁，鸡丁这儿鸡，算了，还给你吧。我觉得我的蛋饼看起来很不错哎。咸猪肉蛋饼，花生酱加上咸猪肉，再加上蛋饼的这个酥脆，这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一个蛋饼。看到了我最爱吃的莲雾，看到了史
上最大的羊桃，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羊桃。再出一个我最喜欢的莲雾，嗯，我这几个月就是想这个想的，然后没想到今天的惊喜是买到了巨大的杨桃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杨桃，我都等不及回去洗一下，路上就吃了。出完了这个早换，我们就要正式开启我们台湾的第三次之旅了。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一个休息，慢慢的休息，因为像回家一样嘛，就是放松、休息、休闲之旅。